蔚蓝壮美的星球，人类共同的家园。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不同肤色、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在相遇中相知，在相知中携手，共同建设着自己的家园，推动人类历史滚滚向前。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搞好上述领域的合作必须得到各国人民的支持，必须加强人民的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2013年秋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时，就将民心相通作为五通之一，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和人文基础。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经典《诗经》里传颂的这句话，体现着中华民族珍重情谊、永相好的传统美德。如今，心手相连、共建共享的故事，正在“一带一路”上演。这里被称作萨赫勒，是非洲北部撒哈拉沙漠与南部西树草原之间的过渡地带，从西向东横贯整个非洲大陆。来自北部沙漠的干热风带走了空气中的大部分水汽，使这里成为世界上极端干旱的高发地区。水是生命之源，在撒哈勒地带的荒原上，严酷的干旱一次次降临，使这里的人们深陷贫困之中。塞内加尔北部最为干旱的卢加区，严酷的旱季里，学校无法开学，大人们要想办法谋生，孩子们则负责找水。他们的目的地远在20公里外，一来一回就是大半天的时间。而类似的生活，中国中西部干旱地区的人们也曾经历过。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定西市渭源县远古堆村考察，他接过村民递来的一瓢水，他对村民说，咱们一块努力，把日子越过越红火。这是中国领导人对贫困亮明的态度。在中国的中西部，一个个贫困村通水、通电、通路、通网，一步步迈向了全面小康。吃过同样的苦，走过同样的路，怀揣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让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境遇感同身受。2016年9月，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中国杭州举行，消除贫困等发展问题是这次会议上的重要议题。消除贫困和饥饿，推动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也能释放出不可估量的有效需求，让增长和发展惠及所有国家和人民，让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日子都一天天好起来。在这次峰会上，
第一个抵达杭州的外国领导人是塞内加尔总统萨勒，中塞关系也向前迈出重要一步，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就中国帮助塞内加尔实施乡村打井项目达成了共识。半年后，由中国实施的乡村打井工程正式开工。这是解决塞内加尔民生发展的头等大事。赢得非洲人民的信赖，靠的是中国人高超的技术和顽强的精神。塞内加尔地质情况复杂，钻头向地下掘进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红棕色沙层、红沙层、红土层。凭借中国人坚持不懈、日夜不停，穿过31种不同地层，直至地下515米深处，终于寻到地下水的踪迹。几乎每一口这样的水井都坐落在偏远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老郭带着他的塞内加尔徒弟们在这里打井已经很多年了，这样的状况对他来说已是司空见惯。打井点已近在眼前，但满载设备的卡车只能依靠2块铁板的铺垫在沙地中艰难行进。几公里的路有时要走好几天。麦一卜是老郭的大徒弟，也是中国打井队的一名员工。麦一卜学会了打井，而老郭则跟徒弟们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他总是对徒弟们说，只要齐心协力，就没有闯不过的难关。地区的人们盼水已经盼了太久，只有经历过干旱的困苦，才懂得这一刻的弥足珍贵。2018年7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塞内加尔，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此时中方的打井工程已进展过半。习近平主席在当地著名报纸《太阳报》上发表署名文章，中国和塞内加尔团结一致。文中提到，中方提供融资实施的乡村打井工程将建设251口水井和1800公里管线，解决塞内加尔1/7人口的吃水用水问题。这是对当地人民将心比心的共情，也是共同发展道路上的携手共进。访问塞内加尔的一个月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中国人怀柔远人、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他说，那些雪中送炭、急对方之所急、能够让当地老百姓受益的小而美的民生工程，才是不能断供的家常菜。立足民生，
让当地民众真真正正从共建一带一路中受益。这次会议以后，一大批急对方之所急的民生项目落地生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断走深走实。每一个蓝色的标记点代表着一套供水系统，如今塞内加尔251套供水系统已全部建成，不仅解决了当地最紧迫的吃水难问题，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卢加是塞内加尔最大的绵羊产地，2018年这里的绵羊不到100万只，到了2021年，卢家的绵羊就增加到183万只，三年增长近90%。绵羊数量之所以快速增长，水井功不可没。长达6个月的旱季里，98%的家庭是通过井水来饲养绵羊的。奈德村的水井是2018年建成的。5年过去了，中国人修建的水井依旧运转良好，水槽里荡漾着清澈的井水，在旱季干涸的土地上如宝石一般熠熠生辉。当摄制组跟随打井队重回这里时，村民们立刻认出了当年曾在这里挥汗如雨的中国人。2018年，无人机的镜头曾经从空中俯瞰这个荒漠上的小小村落。5年过去了，镜头再次对准这里，小村庄里多了一些闪亮的东西，那是新房屋顶上的铁皮在烈日下反射的光芒。有了水，村民们可以自己做砖了。5年中，奈德村新建了16间新砖房。努力奔赴新的生活，这是奈德村人最大的改变。一带一路助他们通向美好生活。这是关于水的故事，也是关于水的情。村庄将因水而兴，像这样的简评故事，10年来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不断上演。在消除贫困、追求幸福的道路上，共建国家一直在携手探索。根据世界银行连续发布的年度报告，2020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出现了20多年来的首次增长，这意味着全球减贫进程遭遇了巨大挑战。将目光聚焦到一带一路上，世界银行的另外一份报告则给人们带来希望。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有望帮助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这10年，中国与柬埔寨、老挝、缅甸共同建立东亚减贫合作示范点，重点示范精准扶贫经验和开发式扶贫模式，为东亚国家减贫、改善民生提供方案。从南太平洋到非洲，再到南美洲，中国菌草技术已经在10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给当地创造了数10万个绿色就业机会。中国携手共建国家的一个个减贫合作项目，给人民带来的是增加的收入、改善的生活和值得期待的明天。
2023年6月20日，中国医生潘香斌有四胎手术，对他来说这是寻常的一天，但对于老挝医生和当地百姓来说，这样的手术并不寻常。The procedure, we don't need to open the chest, now the CPV, and just only the needle, just a very small hole, and we only take 10 minutes to finish the whole procedure. Okay, we're down four, yes.不但挽救了患者的生命，还将先进的医疗技术无私传授，这是来自中国的医者仁心。办安邦哈盖索利诺，为得哈布卡尼扎坤，地在来，เื่อมั่นไว้วางใจเนา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พื่อนกับพี่นันผู้ที่เก่งนำมาจากจีนมาช่วยเหลือ十年间。中国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了数万名卫生管理、公共卫生、医疗科研等专业人才，提高当地医疗水平。中国医疗队奔赴62个国家，累计派出医疗队员6400多人次，救助当地患者近2000万人。中国人的真诚与善意赢得了不计其数的真朋友、好伙伴。面对重大疫情考验，中国也从未缺席。通过青蒿素治疗疟疾，在非洲抗击埃博拉，新冠疫情突如其来，中国更是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起携手应对巨大挑战。病毒没有国界，疫病不分种族，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2020年5月，全球战役关键时刻，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致辞。我呼吁，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共同佑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是中国为全世界树立起的坚定信念。疫苗是守护生命的有力屏障，中国新冠疫苗研发争分夺秒，数条技术路线并行推进，与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疫苗研发合作。其中国药集团研发的关键时刻有7个国家积极参与，他们是阿联酋、巴林、约旦、埃及、秘鲁、摩洛哥和阿根廷，都是一带一路国家，大家达成了共识，啊，紧密地在一起，就是携手并肩，共同的努力。如山的文件堆在会议室里，你就看每一个房间都会有几十个人，中方和外方的人员一起努力做一件事情。كنا نعمل ليل ونهار لما داومنا من الفجر أحيانا نعمل حتى الواحدة صباحا.الفريق الصيني كان معانا فكنا يعني حسينا ان كلنا قاعدين نعمل نحو هدف واحد ما كان في حد يشتكي من التعب او ان حتى قلة النوم 今晚一处响今晚一处事凝成了一股绳当我们实现了一个小目标的时候大家就一起庆祝有欢笑有泪水4个多月时间，7个国家近7万人试种，终于迎来全球首支新冠灭活疫苗在阿联酋获批注册上市。中国和阿联酋共同给它命名为哈雅塔，它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生命之苗。
随后一些国家的新冠疫苗也陆续研发生产上市，但疫苗依然是全球抗疫的稀缺品。一些急需疫苗的发展中国家，病毒变异频繁，却很难得到疫苗。严峻形势下，全球健康峰会召开，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呼吁摒弃疫苗民族主义，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这一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再次迅速行动起来，在印度尼西亚，在埃及，在塞尔维亚，中国与这些国家开展联合生产，促进疫苗全球公平分配，共同守护人类健康。当一些国家开展疫苗垄断的时候，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联合生产的疫苗冲破阻隔，飞越重洋。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收到了疫苗，太平洋岛国、加勒比国家收到了疫苗，更多亚非拉国家收到了疫苗。La pandemia ha dejado al descubierto lo injusto del desarrollo económico mundial, que cuando las vacunas ya hayan salido a la luz por el COVID-19, el 90% de las vacunas se hayan concentrado para el 10% de la población, habla de lo injusto que ha sido el sistema. Y allí China tuvo un gran comportamiento con países como los países latinoamericanos. I want to salute the way in which your country has always seen small states. When I spoke to President Xi before, I indicated that we thought that it was perfect in terms of being able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countries globally. I genuinely believe that the world is a better place if it comes together to work together. 命运相连，休戚与共。如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人民正携起手来，把“一带一路”打造成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2023年的国际局势依旧动荡不安，地区冲突、气候问题、经济衰退，导致粮食危机愈演愈烈。2023年五月，全球粮食危机报告发布，最新数据让人们格外揪心。报告显示，全球共有2.58亿人处于危机以上级别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这是该报告自2016年发布以来的历史最高数值。处于重度粮食危机的国家由2016年的48个上升到2022年的58个。我们梳理分析报告时发现，多个国家的粮食不安全人口增长10倍不止，然而有一个国家处于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的人数却不增反降，从2017年的260万人减少到2022年的140万人。是什么让这个国家发生如此大的变化？2023年6月1日，在东非国家布隆迪布班扎省基杭加县的林格寺村，一场盛大的庆典正在举行。
五月到六月是布隆迪水稻的收获季。中国杂交水稻示范区的平均产量达到每公顷十吨以上，是当地稻谷的3到4倍。但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之前，情况并不是这样。从卫星上看，布隆迪共和国坐落在世界大陆最大的断裂带东非大裂谷上。由于多高原、山地，布隆迪素有“山国”之称。1200多万人口中，超过一半人常年面临食品短缺。爱丽斯特从小就生活在林格斯村，饥饿是童年最深刻的记忆。我是马拉林巴耶莫，阿哥房间一万安全，把他的一小包烟，把他去外边生意小，没法生意小。因为缺少良种和技术，这里的人们守着大片农田，却依旧吃不饱饭。渴望改变的布隆迪，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中国是世界上栽培水稻最古老的国家。半个世纪前，杂交水稻在中国率先成功研发并大面积推广，助力中国用不足全球9%的耕地解决世界近1/5人口吃饭问题，成为世界第一大粮食生产国和第三大粮食出口国。这让很多面临粮食安全挑战的国家看到了希望。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并推动在全球范围内加强粮食安全领域的合作。非洲是全球面临粮食安全挑战国家最集中的地区。2018年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与28个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就在这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再一次提出把“一带一路”建设同落实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相互对接，支持非洲在2030年前基本实现粮食安全。布隆迪曾是粮食危机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Avant 2021, on s'était parlé au téléphone. Et il connaît mon ambition, c'est la recherche du bien-être de nos citoyens. Nous voyons les choses de la même manière. Et puis, mon slogan, c'est chaque bouche doit avoir à manger et chaque poche et de l'argent pour subvenir aux besoins élémentaires des citoyens. Les leaders chinois disent que, au lieu de donner le poisson, il faut t'apprendre à pêcher. La Chine a accepté de rester avec le Burundi même pendant les moments difficiles. Et vous avez un partenaire de tous les temps pendant les épreuves. 英波平原，布隆迪境内为数不多的平原地带。中国派来的高级农业专家组将第一个杂交水稻示范村选在了英波平原的林格斯村。杨华德是专家组的组长。他们需要发展。幼年时，杨华德也曾有过饥饿的经历。是一位农业技术人员的到来，让他家吃上了饱饭。成年后的杨华德也成为了农业技术专家。受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中心的派遣，他和同事们来到布隆迪，带领着这里的人们开始了一场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他那个施肥施得很少，栽培技术很不规范，然后我们就针对这些问题进行逐项的研究。以前的林格斯村稻瘟病严重，人们插秧总是乱七八糟。
村民们把50公斤的种子随意播撒在1公顷的土地上。在中国专家组的指导下，布隆迪示范地块的水稻产量迅速提升，创造了非洲水稻高产的记录，给他们很大很大的震撼了。对于布隆迪的农业生产来说，这是划时代的变革。水稻总产量由2018年的5.6万吨增加到2021年的25.9万吨，涨幅高达365%。布隆迪再次迎来粮食丰收的喜悦时刻，年轻的爱丽斯特也在筹备着自己的人生大事。在中国专家组的培养下，曾经家境贫寒的爱丽斯特已经成长为当地的水稻专家。她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姑娘，他们就要成家了。我就觉得好像是我参加我的孩子的婚礼，真的是找到这种感觉。婚礼之后，年轻的爱丽斯特受布隆迪总统委托，前往邻国刚果金，向更多人传授杂交水稻的技术。而中国专家组培养的另一位学员恩达伊克基，则去往了更远的地方。分隔两地的朋友总希望把最新最好的经历分享给对方。 My daughter, the name is Evrania. Why? Because I can't forget. I see what he said before, now is good, now I see. It's why I see China don't think about China only, they think about others. It is good life. It is good to live better. He told me, when you are rich, think about others to be rich. My life changed, and also near for me, other people. 种子孕育着希望，收获传递着美好。2000多年前，古丝绸之路上物产的交换曾经深刻影响着世界。在这条通道上，原产中国的稻、茶、牡丹和菊花传播到了欧洲，大豆、柑橘漂洋过海去到了更远的美洲，而原产欧洲、西亚、美洲的葡萄、石榴、樱桃、辣椒、番茄等则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如今中国的农业合作再次开启了跨越千年的友谊之旅，从越南的湄公河畔、菲律宾的吕宋三岛，到巴基斯坦的印度河平原，从尼日利亚的丘陵河谷到马达加斯加的东部高地，中国已向7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2000多名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推广示范1500多项农业技术，带动项目增产40%至70%。分享农业发展机遇，缓解饥饿和营养不良，中国正努力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同打造一条助力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增进民生福祉的增长之路、幸福之路。
蓝色多瑙河横穿大半个欧洲，五分之一流经塞尔维亚。多瑙河与摩拉瓦河汇流处坐落着斯梅代雷沃钢厂，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钢厂曾是塞尔维亚的骄傲。然而进入21世纪，钢厂每况愈下，濒临倒闭。随后钢厂被一家美国企业收购，却连续10年亏损，最终被这家美国企业以1亿美元的价格卖给塞尔维亚政府。为挽救钢厂，当地政府组织多轮国际招标，可一次一次的希望都变成了沉重的失望。Još jedno da napomenem da je Hillbys od izuzetnog značaja za grad Smederevo. Ne samo što radi 5000 ljudi, nego ima i 20000 ljudi ukupno koji su kao treća lica vezana za rad železare. To je gotovo polovina stanovništva, kompletna naša opština je vezana direktno ili indirektno za železaru. 此时，万里之外的中国，河钢集团正在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几番考察后，他们向“一带一路”上的斯梅代雷沃钢厂伸来了橄榄枝，但面对来自中国的合作意向，员工们的心情却有些矛盾。中国人真会关心斯梅代雷沃钢厂的未来吗？他们会不会只是为了赚钱？会不会大幅裁员，再引进许多中国工人？人们都在紧张地观望。2016年4月，他们终于等来了中方团队。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只有9个人。其实他们没想到，中方从收购那天起到现在，一直是9人团队，我们没变过。所以在这个企业上，我们不仅下大力气，我们也用足了智慧，用人本地化、文化本地化和效益本地化。我们首先就向塞尔维亚承诺了5000名员工。岗位我们保住，一个职工我们也不辞退。对于钢厂员工们来说，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对于中方团队来说，这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2个月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塞尔维亚期间，专程来到了这里。我们不需要啊，拍胸脯，夸海口，但是只需要一份非常诚恳、严肃的承诺。中国人讲，言必信，行必果，也就是说，我们一诺千金，我们所承诺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兑现。提供先进的技术管理设备，开拓更好的市场，改善这里的就业环境，惠及广大的民生。Najbitnije promjene su se desile po meni dolaskom predsjednika Narodne Republike Kine.Predsjednik Xi Jinpinga, jer tada je narod, to jest radnici, svi verovao, nije verovao, ali sa dolaskom već je sa oduševljenjem, znači video da... Sa Ervija renmin sinjen he qivang de beihou, si Zunggo ren de chengyi he xingdong.这是9个中国人和5000多名塞尔维亚人的共同奋斗。深化技术合作，整合全球资源，半年时间，钢厂扭亏为盈，钢产量持续创下新纪录，成为塞尔维亚最大出口企业。啊，po stradi 19 godina učestvovao sam i doživio sam uspon i pad u ove fabrike. S obzirom pre jedno
8 godina i sada je razlika veoma velika. Pa lično znači da mogu da sa svojom porodicom planiram u budućnosti, znači da proširim porodicu ako bude trebalo i sigurniji život i stabilniji. 如今，以钢厂为经济支柱的斯梅代雷沃市，财政收入是原来的2倍多，失业率由18%降到了6%，人口出生率位居塞尔维亚第一。多瑙河畔的这座城市，因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重现繁荣，亲人善邻，利己达人。 这是根植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广阔胸襟。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共建国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并培养了众多青年技术人才。坐落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是连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里斯本的梅德罗阿尔梅达博物馆珍藏着一件明朝嘉靖年间烧制的青花瓷文玩，当时的中国工匠对于西方的文字和文章显然有些陌生。 昏天以上字母简化有误，盾牌也上下颠倒，这种生疏与误写是中葡最初交往中的趣事。从生疏走向默契，通过合作走向共赢，正是“一带一路”上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交往的常态。2018年12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葡萄牙，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中葡两国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鲁班工坊的合作也在其中。着眼于职业教育的鲁班工坊，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平台之一。 这一年，葡萄牙塞图巴尔理工学院的卢卡斯教授第一次见到了精巧的鲁班锁。 Quando eu faço essa apresentação, eu normalmente comparo o Luban ao nosso Da Vinci. A imagem que eu passo sempre do Luban é um artesão, um arquiteto, um homem metódico com princípios. 中国是当今世界制造业大国，葡萄牙是老牌的欧洲工业化国家。中葡两国同行的合作，从一开始便糅杂了欢喜与碰撞的复杂情愫。中国对装配的速度、工艺是有要求的，可是葡萄牙的。 学生和老师就认为 so difficult 就太难了。葡萄牙的师生更注重理论和编程，中国的师生更强调实践和速度。5年之间，双方的理念在磨合中加速融合。5年之后，他们迎来了一场赛事的检验。2023年5月16日。 一场技能大赛正在紧张的准备中，8个国家8支代表队，智能产线安装与调试鲁班工坊国际邀请赛还有不到半小时就要开赛了。3点之后，所有这些都 OK 了之后再程序。每一支参赛队都有一名中国学生和一名外国学生联合组队。 葡萄牙塞图巴尔理工学院与中国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派出两组参赛队员，他们是王博和佩德罗，以及杨少飞和马丁。自动化物料分拣系统被分成前后两个部分，中外学生各自负责一端。 他们要各自完成两段的编程。
再利用通信连接将产线合二为一，在规定时间内实现全流程运转。The ABB robot system, it's something that I had never had the chance to use before. 比赛将检验学员的创新能力、编程能力、速度能力，以及不同国家学员之间合作的能力。通信连接是最后一步，也是这场比赛中考验双方配合与默契的一个难点。Me and my colleague, we already have a strategy in place. 王博和佩德罗的智能产线在八支参赛队伍中第一个完成了全线运行，但他们的队友杨少飞和马丁却遇到了困难。团结与信任在此刻显得尤为重要。Reset。一开始我们认为是教学资源、教学设备和教学模式的一种输出，但随着鲁班工坊的推进，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就是一种对职业教育理念的分享。Viram a tecnologia da China, viram o ensino da China.Viram o povo da China, interagiram com eles. Isto são experiências que não têm preço. 在磨合中取得共识，在交流中加深理解，在竞争中共同进步，在合作中走向共赢，这是他们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收获的宝贵财富。Se não fosse pela oficina Luban.Acho que nunca teria a oportunidade de experimentar as coisas que eu experimentei aqui à oficina Luban. Ou seja, eu hoje em dia acho que estou apto, posso exercer na área da robótica, na área da automação. Luban 工坊漂洋过海，让中国与共建伙伴国加快了各种领域的合作，多种技术的交流和不同理念的融通。2018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在非洲设立10所鲁班工坊，向非洲青年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1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3年建成10所鲁班工坊，帮助有需要的国家加强能力建设。改善民生福祉。从亚洲到欧洲再到非洲，越来越多的青年掌握了更先进的实用技能，拥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Такого рода проекты они являются очень востребованными, очень важными. Я бы сказал, что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высш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И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х, значит, наших техникумов открываются очень больши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Quand j'étais petit, je voulais être un conducteur de chemin de fer. Maintenant, puisque les Chinois nous ont donné cette chance, j'ai assisté. Ils sont l'exemple pour nous, à les suivre et à leur trace. On sera la première promotion dans l'Afrique, plutôt, puisque nous sommes la première promotion de la télé de plan.从对中国技能的兴趣，到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再到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兴趣，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东方古国，散发着别样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青年来到中国。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ought me here.So I just wanted to know more about the China's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the people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development. My country, we have approximately 13 projects that have been developed through the BRI initiative. Now come and practically know and learn more about the Belt and Road.I have been keep on searching about how China has made
huge progress in large in such span of short span of time. It's very important.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每年都会吸引很多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课堂里正在讲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摆脱贫困、奔赴小康的发展历程，这是最受各国学生们欢迎的话题之一。北京市昌平区郑各庄村曾和中国绝大多数农村一样，是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郑各庄探索发展村集体经济，走出了一条乡村产业振兴之路。To be honest, I'm impressed in many aspects. Before coming here, I had a background of how China is going to be, or like I have a thought of how this country is going to be. But to be honest, once I came here, it was more than what I've expected. 这是鲜活的且仍在不断变革、不断发展的中国之路。这里涌现的是让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都能感同身受的发展喜悦。两杯咖啡。I know that China has made very very huge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technology. There are many technological things that has to be implemented in my country. 一带一路是一条纽带，将所有对本国发展怀有梦想、愿意携手同行的人们连接在一起。You can be developing your own country, like China has done.But at the same time, hold hand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support them to also develop their own countries. This is a big day for you. This is great. Congratulations. You're great. 从携手应对挑战，到增进民生福祉，从政府间项目合作。到民与民友好往来，民心相通是最基础、最坚实、最持久的互联互通。It's simply a convergence of values, value systems of communities, nations, peoples are what bring people together. We would like to see humanity move towards fair and justice.These values are what bring people together. أتمنى تبادل أقوى وأكثر بين الشباب حتى نقرب شعوب من بعضها بعض هي قريبة لبعضها ولكن قربهم أكثر تكون في فائدة للإفريقيا وللبشرية بصفة عامة صح العلاقات بين الشعوب هي أجمل شيء ممكن في البشرية.唯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十年来，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更多国家、更多百姓的梦想凝结为共同愿望，架起一座座沟通桥梁，打开一扇扇心灵之窗，让增长和发展汇集众多国家。让越来越多的人们享有幸福安康。恢宏的“一带一路”叙事中，这是最温暖、最动人的故事。